一起玩游戏，小朋友来玩游戏啦！耶！哎，小朋友，你们是不是衣服湿了，要晒衣服、晒衣架？不是啦，柠檬哥哥，这个不是晒衣架，是我们今天要玩的游戏，叫做凌波舞。哦，凌波舞我知道，就是要把腰这样。会往下往下通过，对不对？嗯，没有错，很好玩哦。不然这样好了，我先来示范一次。好。嗯。我可不可以？哥哥。哎，上面有刻度哎，佑哥姐姐。哎，没错，有一二三四五六。所以小朋友呢，如果可以通过越下面的话，分数就越高，对不对？嗯，没有错。那柠檬哥哥，你要挑战哪一个分数呢？柠檬哥哥腰很软，但是我决定先从一开始挑战。好。小朋友，帮我哥哥加油一下。柠檬哥哥加油！柠檬哥哥加油！柠檬哥哥，你准备好了没？我准备好了。柠檬哥哥 ，Go！ 好，慢慢的把这个。柠檬哥哥，欸，怎么玩呢？看哥哥这样，有没有把腿打开来，蹲得越低越好。哦，然后呢，头往上，腰要弯一弯，腰要弯一下，然后这样。哦。就 OK 啦。柠檬哥哥拍拍手。耶。看不出来你很厉害哎，谢谢佑哥姐姐。不过我想呢，毕竟这是小朋友的游戏时间，对不对？嗯，把时间交给小朋友好了。好，那我们让柠檬哥哥传一下延续预备。小朋友，我们排好队。好，准备喽。延续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好，准备，出发 ，Go。妍希加油！我很标准的妍希，妍希好标准呢，很厉害哦。好，换蒂儿，蒂儿，准备，蒂儿出发 ，Go！ 蒂儿你好棒哦，好，换下一个小朋友，佑威，佑威出发，佑威还有手势，而且佑威很小心哦。对，看下一个小朋友，好，品仪出发。哦，也很棒，小朋友帮自己拍拍手。你们都通过了第一关了，现在呢，看可不可以通过第二关。好，越来越低喽，加油，妍希出发 ，Go！ 妍希加油！哇，柠檬哥哥，妍希很厉害哎，非常厉害，请下一位小朋友，蒂儿，蒂儿加油喽，准备，蒂儿出发，蒂儿。你好厉害哦！哇，好棒！柠檬哥哥，蒂儿的动作也很标准，很标准哦。下一个小朋友，有威，有威出发，有威加油！有威也很可爱啊！好，最后一个是品仪，品仪出发喽！哇！拍手！小朋友都很厉害，都通过第二关了。有个姐姐，我们要不要把难度调高一点点呢？把难度调高喽，现在调到三了。小朋友有信心吗？有。好，妍希来挑战。妍希，你会不会紧张？有一点点，不要紧张。佑哥姐姐相信你可以的哦。准备，妍希出发 ，Go！ 妍希加油！妍希哇！下一位小朋友，蒂儿，蒂儿准备喽，蒂儿出发 ，Go！ 哇！而且蒂儿的手还会这样，他像机器人一样。蒂儿，下一个小朋友，佑威，佑威准备喽，佑威出发 ，Go！ 佑威刚刚下巴没有整个抬起来，但是没有关系。因为他们年纪比较小，对不对？对呀，对呀。好，看可不可以呢？下巴扬起来。我们尽量把下巴抬起来，好不好？好。品仪出发 ，Go！ 哇，挑战成功！哇，小朋友呢？第三关都挑战成功了，现在呢，难度要继续加高一点点喽，佑哥姐姐。哇，柠檬哥哥，再来，他们要挑战四分的。小朋友有没有信心？好，妍希，请准备。妍希不要紧张，佑哥姐姐相信你可以的，好不好？好，妍希出发 ，Go！ 妍希，头抬起来。哦，最后有一点点侧的感觉，但是没关系，他腰刚刚压得很弯呢。没有错，好，通过，请下一位小朋友，蒂儿。蒂儿准备哦，蒂儿出发 ，Go！ 差一点点就没有过了。好厉害。
下一位小朋友有威，有威准备喽，出发。没有关系。佑威呢，刚刚的第四关呢碰到了这个杆子，那我们算算看，佑威获得了几分？一加上二是多少？三。现在是三分喽。三再加上三是多少呢？四。三加上三是多少？六。对，是六分啦！恭喜佑威获得六分，很棒哦。请下一位小朋友品仪。好，品仪准备喽。你出发。那我们来看看品仪得到了几分哦。刚刚品仪通过了一二三，一加上二是多少呢？三。那三加上三是多少呢？六。所以品仪得到了六分，也很厉害。拍手。现在呢，剩下两个小朋友要挑战下一关了，对不对，优格姐姐？没有错，剩下妍希还有蒂儿了，你们有没有信心？呀！好棒，那我们再往下喽。下喽。行。妍希跟蒂儿有信心吗？呀！好，请准备啦。好，妍希准备出发喽。妍希不要紧张，预备 ，Go！ 妍希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加油。可以可以，你可以的。加油，妍希啊，没有关系，也很棒。我们算算看，妍希获得了几分？好，到了第五关了哎，所以呢，一加上二是三分，三再加上三是多少？六，没有错。那最后哇，六再加上四是多少？十。恭喜妍希获得了十分。麻烦蒂儿，蒂儿加油，我们腰弯弯的哦，预备，蒂儿好可爱，蒂儿出发。蒂儿好可爱啊！那我们来看看蒂儿得到了几分哦。没有问题，有个姐姐。蒂儿刚刚通过了四关，一加上二是三。小朋友，三加三是多少呢？六。那六加上四呢？十。所以蒂儿得到了几分？十分，很棒，很厉害哦。小朋友集合。好，那小朋友记得呢，跟爸爸妈妈在家玩这个游戏的时候，要先暖暖你的身体，对不对，优格姐姐？没有错，这个游戏啊，可以训练小朋友腰的柔软度哦。小朋友，我们再玩一次好不好？好。这次换柠檬哥哥来挑战了。好，柠檬哥哥挑战哪一个？小朋友，我挑战三可以吗？可以。你觉得我会过吗？可以。谢谢你们，我会努力的。来，小朋友来接过一下。柠檬哥哥加油！柠檬哥哥加油！柠檬哥哥，小朋友。